的牛仔也是软料薄款的，但是磅数稍微多了那么一麦麦。再来呢，两件很明显的反车白线，一个是深蓝车白线，一个是黑色车白线，它可以当小衬衫，可以当小外套。白色的扣子让它直接黑白对称，还有白色的滚边车线。那黑色我觉得很特别，因为大家应该没有买过黑色滚白边的，蓝色滚白边好像还有，但是黑色我觉得很少，很稀有啦。再来手袖也是一个做一个比较舒服的位置，里面呢都可以再加宽松的长袖或是保针织在里面。下摆呢也是做这种我很喜欢的小抽须，抽须都不会再虚掉，因为呢还有做了一条车线把它车住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会不会越洗越坏啊，越洗车线越多。然后双口袋是牛仔外套牛仔衬衫很经典的一个版型哦，我觉得黑色这样搭暴龙裙搭小短靴也非常好看。这一件牛仔蓝特别的白，它是非常标准的深蓝色，就这么深。这一件我超级大推，舒服好穿又显白的一件牛仔外套。